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给谁打电话呢 ？OK， 十分钟。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十分钟还能挂？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给谁打电话打半个小时啊？嗨，能出什么事儿啊？也就是我和小龙吃点苦呗。哎呀，这个事情就是你跟小龙太冲动了。冲动？我也是自己吃亏不是？哎，我跟你在这聊这么久干嘛呀？你赶快过来，把我 iPad 送过来。还有，千万别让你妈妈知道我们住在这儿。哎，遵命，大小姐。喂，白志哥，这么晚了，什么事儿啊？天心啊，天心她离家出走了。你这么做我很为难的，我这人嘴巴最严了。你嫂子怎么样了呀？嗯？姐，我已经放了好几遍了。这附近像样点的短租房，一个月3000块钱，而且还要押一付三，再加上我们要吃饭，还有路费，还有通讯费，一个月10000块钱根本下不来。嗯，那没有更便宜的吗？有，倒是有，是那种合租房，要不然就是青年旅社的那种床位，你能接受吗？你再找找嘛。哎，你干嘛？这附近就有一家房子，押一付一，我们能少付一半的钱。我现在就过去看看，如果合适的话，我给你打电话。行。哎，对了，我偷偷的回家拿两件衣服。哦，哎，你快去快回啊！放心吧。你就特别智商低啊，都这样我不来。你刚才都喝醉了，他住错房间了。不管怎么着，你晚上给别的男人开门就是不对。拿着。简单吗？幺八有个人喝醉了，骚扰别人客人，赶紧来一下。姐，刚刚外边那人是小龙是吧？你好，你好，我是王硕。哦，王总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快坐，快坐，来。哎，姐，刚刚那个什么情况？那个人，一个醉汉喝醉了闯进来了，刚好王总来了就把我救了。啊，谢谢您，王总。哎，不过这还挺巧的。我也是顺便来给他送 iPad 的啊。哦，是可可让你来的，巧合。我给妹妹打电话啊，她说你不在，出去了，然后顺便给你送回来，我这不就顺便送回来了？那真是挺顺便的。方秘书，要不今天我在这旁边开一个房间，
保护你，怎么样？嗯，不用不用，有小龙在呢。啊，对对，王总，这样这种快捷酒店也不符合您的身份。不过姐，你们公司真的是很棒，领导晚上送 iPad 保护女秘书，真的是很关心下属。这是我们集团应该做的。那行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，你姐啊，今天也交给你了，好吧？有什么事儿你就给我打电话，我代表集团谢谢你。王秘书，那我先走了。谢谢。姐，那个王总对你怎么了？你想说什么呀？你说什么呀？王总，王总，王总，怎么了？你话怎么这么多呢？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。门口还有俩保安。唐小龙，很臭哎。什么东西很臭啊？你脚很臭。不臭啊。我脚不臭，姐。哎，你成天啰里吧嗦的，你就不能去洗个脚吗？臭死了！我脚不臭啊。阿飞，谢谢。王秘书，我问一下，傅先生的餐厅你喜欢吗？还不错啊。你觉得你会投资吗？这是您的私人投资，我不方便给意见的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投资吗？嗯，如果能力允许的话，应该会吧。那我就投资了。这是你的决定。你说投，我就投了。那我先出去了。谢谢王总。你的策略书很完整，但是我有三点建议啊。第一，取消所有的活动计划。以后做活动可以，但是谁做谁花钱，我们只出场地，达到双赢。第二，大幅的降低这个行销的预算，改变行销策略。改变行销策略？你要知道，我们是靠口碑的，客户大约都是15到34岁左右的人，所以你要让他们高兴了，就要主攻网络推广，明白吗？第三点，我们的餐厅要多加4到5个菜，供他们多一点选择。太好了，王总，谢谢您的建议。看缘节流，把钱就给到这上，明白吗？回去准备一下合同，回头给我钱。好，合作愉快。